那一天我和小明走的，虽然村里人都知道我们要去北京，但还是偷偷的溜走了，可能是怕家里人改变主意吧，也可能是怕送别时候那些个哭哭啼啼的场面。当时我还不知道前面有什么在等着我们，但我们毕竟离开了这个我们生活了20多年太过熟悉的地方。我们终于将要去到那个自小就梦想中的城市，那种离开时的兴奋我到今天仍然记得。咱上哪呗？我也不知道。去三环吧。三环怎么走啊？就问问呗。那走吧，咱。那个就是小巴车，小然哥的小巴。不是小然哥的小巴，小然哥的小巴是在三环上。三环，嗯，这边过来问问。我们北京市小门口代购